吃辣对瘦身有帮助吗？爱吃辣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听说吃辣不仅能够让你的味蕾享受火辣辣的刺激感，还能够让你的身体受益哦！赶快按赞收藏起来，并且分享给你一起努力减肥的好朋友吧！研究显示啊，吃辣可以让你活得更久、更健康。一两天吃一顿辛辣食物的人，死亡率比不常吃辣的人会低14%。经常吃辣能够减低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癌症的患病风险，这都是因为辣椒中的神奇成分辣素，它能够帮助你燃烧脂肪，延缓衰老，抵抗癌细胞，还能够让你忘记疼痛，感觉快乐。但是千万别以为吃得越辣越好，过多的辣椒啊会让你的大脑变笨，有时候有些人吃辣会过敏，有些人吃过多会引起消化不良、胃痛、腹泻、筋软、胃酸、倒还有胃灼热等等的副作用，所以适当的辣椒才是王道，既能够享受美食，又能够保持健康。最后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涂辣椒霜减肥啊是骗人的啦，除非你想把自己当成餐桌上的火鸡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吃才能够健康减肥，评论区留下加一，我发瘦身菜单给你，也可以主页点连结发信给我。现在呢就关注赖哈利体修工程师，和你分享更多的瘦身知识，让你越来越帅气、美丽又健康哦。